MIX 近日在 M Countdown 获得一位带来安可舞台，超强实力获得好评，粉丝们大赞所有成员都做得很好，恭喜 MIX 新歌也太好听了，安可现场表演合音背景音一个不漏，这们实力太棒了，希望 JYP 帮他们写一首可以配得上成员实力的爆曲，这样的实力就应该要登上科切拉舞台才对啊。网友也觉得 NMIX 实力是新生代女团最好的团体之一，目前和 Baby Monster 都是实力获得大众肯定，不过歌曲尚未有国民度，真的很替 NMIX 感到可惜。